家，我是美徐。今天呢，我来到如哥的家里面，你们看，超多食材的。我准备这些食材要做什么呢？因为上次看到如哥那个，他做的是柿子炒蛋吗？超恶心的。番茄炒蛋出炉喽！今天呢，就是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料理。今天的话呢，我们会用这个机运来了给我们的鸡蛋，这一盒是30颗鸡蛋，然后我们有2盒，所以今天打算做一个全蛋料理，请如哥吃。那他现在出门了，等一下他回家的时候呢，我跟他约定好，就是要煮一顿非常好吃的全蛋大餐给他吃。然后啊，机运来了，他们家的鸡蛋每一颗都是透过人工的用手拿布去擦拭干净的，所以它比市面上的一些鸡蛋还要保存的更久，不容易滋生细菌。而且他们的鸡蛋啊，你现在如果住在双北的人，他会亲自送到你家门口，或者是你如果不是住在台北啊新北的人，他会用黑猫宅急便帮你送过去，然后全程鸡蛋都不会破掉。我从台北寄来高雄，没有一颗是破的，包装非常完整。要放2个生鸡蛋黄，只要蛋黄，要是煎的。他回来看到，因为痛哭流涕，意式料理加欧式早餐组合，
加一个台式的番茄蛋花汤。哎，帅哥出场，你还在那边洗餐盘哦？怎样？吵死了，噪音污染。哇！好饿、那是我们大家的晚餐。我跟你讲，非常非常香，可是有点干。我听到妹婿说，他要从台北下来，专程为我煮一顿晚餐，你知道吗？我一整天真的是一整天没有吃饭。我来服侍你。我们先谈。还有这种服务哦，水煮蛋开始。哇，好吃！好吃！这是咸蛋吧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有点吗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喉咙很烧。喝一口汤，喝一口汤。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这汤还蛮好喝的。哦，这一道真的厉害哎！你这一道叫什么？鸡蛋沙拉。你有没有觉得它的蛋白 QQ 的？对，像屁股一样。你用这边的生鸡蛋去自己料理的吗？没错。他有骗人吗？没有。看回放。你要不要想想看你自己煮了什么？番茄炒这一道菜叫什么？这是欧姆起司蛋。哦，只是它有点冷掉了。哎，这吃下去里面是咕溜咕溜的。这到底怎么弄的？你改天可不可以教我一下？不行，这是我家的失传的方法，是不能传给外人的，除非你来当我家的狗。Oh my god！来啊，小黑，来，你喷到我了，你喷到我了啦，你好脏哦！哎，你很脏哎！造孽！有一个想法，我想叫你眼睛闭起来，然后打一颗圣诞在你嘴巴里，你会吐吗？我会吐在你身上。那算了，你想要被蛋洗澡？不行啊，现在缺蛋不可以浪费啊，白痴、喔！你要吞掉啊，合唱团都这样吞的、欸。你啊，你吃啊，你有胆喝半杯，我喝一杯。你没胆嘛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讲我可以啊，不要啊，不需要，真的啊、我不要，我干嘛要折磨我自己，对不对？你不敢，啊、你又不敢，你又不敢，你喝一半关我屁事哦、喔！啊，你敢我？你又不敢，你又不敢。其实我觉得，说不定这不是妹婿厨艺的问题，说不定是蛋本身就好吃。多少沾了一点边吧。谢谢你，妹婿。今天请我吃这么多蛋，我也可以请你吃我的。不是，我是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好吃 ？OK 吧 ？OK， 是真的，是真的好吃。厂商还有给我们这么多的甜点，那这些甜点呢，都是他们工厂配合的甜点商师傅每天手工现做，然后冷藏宅配去你家的甜点。我从台北宅配来高雄，它也没有毁掉。第一个的话是黄金三种起司卷，看一下，哇塞，哎，起司味很香哎。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大家一起吃。巧克力布朗尼。这是我最期待的，因为其实我不太吃甜点，但是我蛮喜欢巧克力类型的东西。欸，它其实蛮可爱的耶，而且巧克力味很浓耶。还有这个抹茶棒蛋糕，你看，哇，它这也是现烤的耶，看得出来它还蛮新鲜的，而且味道很超级香，它每一个甜点的味道都好香。哇，抹茶绿绿的，是在工作。最后一个呢，甜点是他们特别推荐给我的甜点，它是肉桂卷。那时候厂商跟我说，这肉桂卷超级好吃。哎，它长得有点像起司卷哎，它是黑糖口味的。那最后呢，感谢机运来了。
给我们这么多甜点，还有这么多鸡蛋，让我们在这一波蛋荒当中成为了鸡蛋富翁。我可是拥有60颗鸡蛋的女人啊！你看那个笨蛋。OK， 我要打你。哎，好恶心哦！哎，这颗是你的、啊。我不要啊，这颗你好恶哦。好了，吃吃看。干嘛啦？我要吐了。所以这是正常水煮蛋就正常。